早上好，我是 UPro International 的 David Liu。 今天我们来到天然大物池这里呢，搞下我们新杆子的测试。今天我带了这把 UPro China Killer， 相信大家之前也已经认识过 China Killer 这把杆子了。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一把杆子呢，会是比之前的来得更强也更长。新杆子为7尺2寸长，磅数为 P3-5。这把杆子呢，我们是针对喜欢钓多曼、喜欢钓 Black Bass 这类型强悍对手的朋友而设计的。无论你是在重障碍区，也能够得心应手。这把杆子很快就能面世在市面上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。这个 UPro China Killer 硬打硬的把它攻上来了。Killer P35 新杆子，让它有反抗的机会。比较它的还要大一点。用的是我们即将出品的 China Killer P35的重型杆，喜欢搞大物的朋友，这把杆子确实能让你们感受到那种不让它有任何反抗的那种快感。